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城市新势力》，跟我们一起感受这股让城市进步的原动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蓝君。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到节目的来宾，要跟大家聊天的有谁呢？马上先欢迎他们出场。首先，我们先来欢迎的是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馆的社工，我们来欢迎胡小荣。我是大高雄青年圆梦基金的承办社工，那我是小荣。是，欢迎小荣哦。小荣呢，今天呢其实是带了两组跟我们圆梦计划有关的年轻人来到现场哦。我们来欢迎他们，先来欢迎我们这位紫色的男孩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好，我是廖俊迪，那我是这次高雄圆梦基金执行的一个人，一个可爱的大男生，没关系，看起来有点紧张，第一次嘛，好，等一下就会放轻松了。所以您的大名是俊迪，廖俊迪。对，廖俊迪。那俊迪非常的腼腆，不晓得在圆梦的过程当中又遇到哪些有趣的事呢？好，那继续我们来介绍的是坐在我们俊迪隔壁的这位大男孩，是不是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卓文吉，大家可以叫我大吉，目前刚退伍。好的，有关于两位在圆梦的过程当中相关的故事，稍后要请你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哦。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圆梦计划内容到底是什么，它要如何帮助我们年轻人来圆梦，而他们圆梦之后是不是还有更进一层的一个发展呢？我们是不是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小荣，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这个是圆梦计划好吗？大高雄青年圆梦基金，它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学生他们脑袋中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很多的创意，那只是可能学生时代的时候他比较没有经费去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就想说不如就由我们来补助小额的资金，那可以让青少年他们借由这个小额的资金然后踏出他们梦想的第一步。那俊迪他们这一组，他是我们第三届的圆梦基金计划的其中一个申请的计划。那他们这一组的话是去到偏乡去教小朋友摄影的课程。哦，是，所以就是说，刚刚我们小荣就提到了几个重点了哈。第一个，我们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法很多，创意很多，那他们可能想要执行的话，就是可能欠缺经费。那我们先来谈一谈你们的想法，你们的天马行空的想法，这次的计划内容是什么？这次计划内容是到偏乡的部落去教小朋友。那因为这计划的起源，是我从小时候就喜欢摄影，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摄影。只不过后来因为认识了大吉，然后他就教我摄影，他就拿起相机跟他一起拍，拍一拍以后，一次进到部落去教学，我发现那里的小孩子跟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蛮一样的，就是要拿到相机的机会不多，只能靠家里一台，然后大家兄弟姐妹共用，所以那次以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伙伴讲说，我们申请经费进来好不好？可是那时候我在想，他不知道会不会答应我。可是如果他不答应我，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去执行这个计划。我自己只是小小一份力量，我摄影还不是很强，然后没办法去教大家摄影，教那些小朋友。可是后来他就答应了我，说一起进来这个团队。然后我就说，那大吉要不要一起进来？然后大吉就说好，那我们三个就一起进去。所以呢，就是你们三个大男孩有志一同，然后重点就是你们来到了偏乡，所以你觉得就是说能够促成，除了就是我们的资金之外哈，那当然朋友的一个战虾也很重要。所以阿吉，你那个时候还在当兵吗？是，我现在还在当兵。没关系，太紧张了，现在已经退伍了，但是在执行的时候是还在，那时候还在服役当中，还在服役当中。哇，等于是要破除很多的困难呢。我当初为什么想说好吧，朋友一场帮忙？其实我是服替代役啦，我是教育役，教育役，所以一直在接触小朋友。对。那时候我一直就是第一届开始就想报名。从第一届，所以现在是第三届了嘛。然后后来就是刚好有跟他有搭上线。刚刚小俊迪讲的太谦虚了啦。好，对啊，是我主动要求我要参加。对啊。
所以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你们合作的那个契机？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年轻人有很多想法，但是要跨出那一步其实是有困难的。像你从第一届就开始注意了，但是你一直到第三届才把它实现，所以关键在什么？关键我觉得个性上的转换吧。嗯哼，对啊，就是其实我以前是怕东怕西。嗯哼，我觉得人一直在成长啊，从到认识他到当兵的阶段，嗯，就是以前就是会比较就是不敢走出去那一步。对，那后来两个人就是认识了，就是也体会到他们的热血、哦，很重要。 对， 對，然后就好吧，走，不做以后可能就不会做了。现在不做可能以后就会后悔，趁着现在年轻还有热血的时候，还有这个冲劲的时候。所以你们这次选的点是偏乡，来到偏乡，然后就是让小朋友来看到你们手上的照相机，你们怎么教他们呢？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说不可能教到太专业嘛。对，那我们第一个想法是相机哪里来，相机哪里来。 对， 对，问题哈，相机哪里来。对，那我们想到是租，我们第一个想法很简单，就是去租嘛，租要钱。对对，那 后来就是一直有在跟妇幼馆这边的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做联系，去联系。对，然后他们是建议说我们可以去用募款的方式去募相机。哦，对，那我们也是动用了很多关系啊，像现在最夯的像 Facebook 啊，嗯哼，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嗯哼，然后自己做一些宣传海报，然后就是也创一些粉丝页，然后就开始去宣传说我们需要相机，然后给这些小朋友用，这样子。对，那所以这一次你们一共是为了这个计划，你们募了多少钱，然后相机让小朋友圆梦？钱的话是没有募了，因为基金都在这边。对啊，是，所以还是没有自己募款。啊，所以还是就是募相机耶，募相机的钱。募到一台相机的钱。几台相机？我们没有募钱，就直接是募相机，直接募一台相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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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募大概多久的时间？多久？这个可能要请好俊迪来，你来补充。其实这个时间我们在执行计划过程中，我们一直有在持续的募，然后大家基本上要把相机愿意借给我们用，大家就是已经快故障了，他们才会拿出来给小朋友。然后其实我们在给小朋友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就会一直说：“哎，哥哥，这个相机怎么没办法动了？”然后所以我们很困扰，就是这些相机，哎，怎么办？这台好像又故障了。嗯哼哼。所以那时候这台故障的时候，就还会再去募另外一台哦，然后另外一台也会想办法去修理，然后这中间大概募了十几台左右。哦，所以还能够募得到十几台。对，也是不错哦。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说大家对你们的理想很赞成的话，就是会即便是他可能我现在不用了，但是他是堪用的状况给你们。所以就是说你们募到这些相机器材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当时我们是很开心，说愿意把相机借给小朋友用。像我们三个去到部落，这些小朋友教完以后，他们说想用我们的比较大台的相机，我们就是给他们用，说然后教他们用。是。那小荣，你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他来跟你们提出申请的时候，当然不能没有办法可能通通有奖啦，那但是你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核准他们的这样子的计划？如果说像以这个文吉跟俊迪他们这一组名称叫做镜头无限美的这个部分。其实每年大概会来申请的案件都差不多有20件左右。20件。那我们会有一个委员审查的机制。那委员他们在看这些青少年他们提的案子的时候，我们会先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热忱，有这样子的热血想要做的事情。再来就是看他们的想法是不是很有创意，然后他是不是可以带给我们其他的青少年一些影响，给其他学生一些正面的想法。对，那其实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案子在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案。因为一般的学生团队他们在进偏乡的时候可能都是用带营队的方式，营队。对，就是夏令营啊那种的。那他们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想法，就是他们想要用自己的专业的技能，用摄影去教小朋友。对，对，而且就是说可能就像刚刚俊迪讲的，因为他从小就体会到可能在偏乡的小朋友
喜欢玩镜头，喜欢照相机，喜欢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但是因为可能资源比较匮乏，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所以你就是特别帮他们圆了这个梦。对，那刚刚我们的小荣有提到，就是说可能你们以这个应该怎么讲，是讲赞助资金吗，还是要怎么讲，觉得比较贴切，核准通过我们补助他经费，让他去完成这样子的梦想。大概金额额度大概是多少呢？那个审查的机制，它其实是一个人补助的上限是30,000块。那如果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一个人，一个人30,000块。所以如果说他的计划是团队来参加的话，比方说他们团队是3个人，那我们就是90,000块是上限，最多可以到90,000块上限。嗯哼哼哼，是。那就是说，你们拿到了这笔经费哈，就是说确定自己拿得到这个经费的时候。当时的心情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只不过他有时候他们比较不懂怎么表达自己的感觉，他们有时候就明明很喜欢这个东西，只不过他们会说不要，可是他们心里面就是希望我们去教他。所以一开始我进去部落的时候，我不知道小朋友现在想什么，就有时候他们讲说不要，我会以为是不要，可是后来他们老师就讲说，其实他们的不要是他们要，他们心里面很想要去有这个东西，可是他们不敢表现出来。就是说比较含蓄，比较含蓄，害羞。